十万四番云起仙迷严格平等甘露法师一大师出人名相出生者早清早到一切本事开山出祖老和尚将令坛上正蒙功德早前找到东坛正见默默师门找历代众亲老有些灵等着找到云头坛前闻经听法听法闻经灵盘生法财神早起发挥之内各行门中各是堂上历代高比中间以及本事之内前后左右一起有四五十古魂等中找到眼头台阶文经听法听法文经灵盘身法财神早清四方法界四神有道八难神徒九又是内一起古魂等中找到眼口坛前闻经听法听法闻经听盘身法唯愿成三宝你长秘密言此一今世带领发挥少此无则甘露法师唯愿长此两小甘露法师一心照起愿观三有色今天虽无色传去花还在人来了不及当在正见某师门中你的招募中亲国王显灵等中发挥之内中心门中你的一起显灵等中找到营口台前文经听法听法文经灵盘身法在生早起在谈诸事个人过去生生父母以及
出世累积冤亲债主，不是性命难攻于太平及一切诸人等遭遭到严苛探监，闻经听法，听法闻经明判身法，唯愿成三宝力藏秘密言，此以今世乃临法会，少之无者甘露法师，唯愿长子两小甘露法师一心饶情。佛身若梦，幻自非见，不骗我佛子痴，可睡朝生之路，三人冥想三生中情，乍听乍到当在正见，某某师门长历代长母从前，过去一起先王先林等着找到营救探监，闻经听法，听法闻经临判身法，再生造亲发挥之内，各心门长历代高比从前先林等着在他住世个人过去生生父母以及累世俗世冤亲债主，不是性命难攻于太平及一切诸人等遭遭到严苛探监，闻经听法，听法闻经临终朝生而去，早亲早大体为三类面人大师，统领三十六部无量无边恒河沙数诸贵州，唯愿成三宝力藏秘密言，此即今世乃临法会，少之无者甘露法师，唯愿长子两小甘露法师一心饶